大家好，每年文凭试放榜，唔少同学都表示想投身医护、救伤扶危、服务社会、尽收甚至考取专科医护资格。同学老衲固然重要，但政府同社会都要渴望大量嘅资源，同学先可以成为专科医护。而专科医生为例，根据2021年医生注册条例草案，要先接受基本6年嘅医科训练，1年实习，成为注册医生之后，再喺公立医院接受至少6年嘅培训。 一般需时13到18年，所以成为专科医生。单一名专科医生，社会就要投放700万。医管局文件指出，政府运用大量资源、时间培育专科，系为咗回应社会嘅需求，提供有质素嘅服务。现已放眼今日香港公私营人手分布严重失衡。根据医管局嘅数据，依家全港专科医生里面，有40%唔系公立医院服务，但系要照顾全港90%嘅病人。 公立醫院疲於奔命，病人輪候時間長，甚至錯過黃金治療時期。醫務局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更加表示，40歲以下醫護流失率比例最嚴重。為咗增加公營專科醫護人手，港府應該強制醫護專科畢業之後喺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根據而家社会需要同埋個別嘅專科情況，可暫定5至7年，之後佢哋就可以選擇去向。 日後我哋可以按照情況需要檢討，並且調整長期嘅長短。要審視辯題，我哋應該考慮方案可唔可以增加公營醫院嘅專科人手，同時社會對專科畢業生嘅期望合唔合理。我方正立辯題原因有二：第一，舒緩醫療壓力。過去為咗舒緩醫療壓力，政府咧增加醫學院嘅學額，但訓練始終需時。 各将医学院嘅培训容量有实际局限。另外，政府亦都放宽海外医生嚟港，但系主动权始终都系对方，佢哋嚟港与否，我哋无从掌握。上述方法可以继续做，亦都与变态方案冇任何矛盾。但系面对公营人手持续流失，我哋可以行多步，从强制方向出发。根据政府统计数字，专科嘅个案轮候时间中位数系3.5年。 以關照換手術為例，過去2年嘅平均輪候時間由2年升到6年。而家每年公營醫院有420個新嘅專科醫生，實施強制方案之後，按而家畢業生嘅數目推算，措施實行嘅第一年，病人嘅輪候時間縮短12%。5年之後，公立醫院累計有超過2000個專科醫生，輪候時間進一步縮短，醫護先有空間照顧病人。
第二，回饋社會大眾，其他學位課程相比，社會投放極多的資源培養專科醫護，例如專科醫生為例，培訓一名專科醫生至少需要13年，公帑資助更加高達700萬，而他們之後在公立醫院才有機會接受培訓。公立醫院既然培訓了醫生，他們在公院服務一定時間都是合情合理。事實上，單一個家庭醫學的專科醫生，醫院都為他們引入培訓，不單止是醫院，更加安排他們的社區的家庭醫學中心接受訓練，當中牽涉跨部門和社區的協助。可見醫護之所以成為專業人士，都離不開納稅人和政府的支持。面對嚴峻的公營醫療壓力，醫護專科畢業生理應留在公營服務一定年期，幫助市民回饋社會。最後想問友方同學，公營醫院年輕專科醫生流失率高的問題可以怎樣處理呢？多謝各位。其次，以前醫生頂唔順可以走。
醫學院專科數據指出，七成的醫護都係過渡期啦，兩成有抑鬱問題。醫專主席梁家傑都講，壓力會影響佢哋嘅判斷能力，判斷能力差，輕則就判錯症，重就會誤殺。一七年嘅兩位醫生就係因為壓力太大，開漏藥就導致病人不治。總括而言，有方嘅方案無法對症下藥不得知，甚至會帶嚟反效果，因此辯題不應成立。就想請有方嘅政客，究竟你哋提出嘅方案係可以將流量同時間縮短到幾多少，條數又係點樣計出嚟嘅？多謝各位。牙科主治所用時間為4分05秒，冇超時，唔需扣分。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議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方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都唔可以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以即時指出，並公認可以直接扣分，每次一分。如果公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係咪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的時候咧，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依法言次序是回答分數，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好，而家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議員作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議員接受質詢。好，但另一方面有關就話啦，我咁樣咧，我跟住呢個方案之後咧，我哋咧要俾個工作選擇權佢，我哋而家逼緊佢一定做醫生，都係有咁嘅立場，係唔係？有方案明白，原來方自己話七成醫生，七成有讀完醫都會做醫生嘅喎。我哋嘅意思係，我哋覺得你哋唔可以，我哋唔可以強迫啲醫生一定要。係，但係而家應該有七成人都會做專科醫生，所以成大部分人讀完醫都會做醫生，係唔係？另外嗰三成唔係做專科醫生，但係做緊嘅係註冊醫生，呢個係今日醫管局好似講嘅，即係一班論證唔到剝奪職業選擇權呢一點啦。我話再嚟啦，今日反方案係啲咩咧？今日我哋今日嘅反方案就係我哋認為係應該有更好嘅辦法去解決。咩辦法？我哋唔需要實行我哋覺得。好，所以其實講到底，有方一個拋負嘅問題，我唔能夠對症下藥，用正當嘅方式自己拋唔到個反方案出嚟點樣解決？有方話咧，對症下藥，有方話諮詢醫生流失係一個問題嘅主因，你方係咪咁意思？係。有方今日覺得問題主因係諮詢醫生流失，呢個係有方嘅意思。呢個係。好，咁你點樣可以解決？除咗我方方案之外，你做啲方法可以解決諮詢醫生流失啲問題咧？你的方案是解決到諮詢醫生的流失，你現在是引入新的一批，剛剛我引入了新的一批的時候，是不是多了醫生？是多了醫生，所以其實全部都流失的人，所以方同不同意？不同意。為什麼不同意？你少人的多人出來報，我方案已經說過，現在香港面對的問題是諮詢醫生的流失。那有方有什麼辦法去舒緩諮詢醫生流失的問題？反正你哋嘅方案係強迫，所以有方論證唔到呢個位。好，跟住係輪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請你自由選擇正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正方，好，反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時間。正方同學，我想問咧，如果而家話有七成人打完一年辯論之後再想打辯論嘅話，代唔代表我可以逼所有學生打辯論？我想問與依家嘅辯題有咩關係咧？正方同學，我想提一提，你真係唔可以打辯論，請問你可唔可以答我咧？可唔可以問多次啊？正方同學，請問你認為如果有七成人咧係想打辯論，係中意打辯論嘅，但係咧原來咧，咁嘅話就代唔代表我可以逼所有學生打辯論咧？可以。哦，原來有方同學認為咧，人想做，有多人想做，就代表咧呢樣嘢係唔配有自由嘅，其他人唔想做嘅唔緊要。就算嗰啲人咧打完一半之後就唔做嘅都唔緊要，呢個係有方嘅問題。第二啦，我想問有方同學，你知唔知而家公立醫院有幾多專科醫生啊？而家公立醫院嘅專科醫生大概有2000名。
兩間學校咧，其實咧就唔止嘅，咁啊3550個啦，呢個根據專科醫生註冊審查所講嘅。咁你又知唔知道香港而家有幾多間醫院啊？香港公立醫院。關咩事啊？有本學大醫療同公立醫院關事喎，寫明喎。咁嘅話，我想問下你啊，但我咧暫時有3間嘅。咁有本學，你知唔知香港總共幾多個專科咧？香港專科而家60個。啱啱啦，60幾個啦。咁你哋政策度咧就講。你哋咧就政策底下，你每年會多幾多個嘅期限所限嘅專科醫生？唔係我同你講嘅。即係話你做咗呢樣嘢之後，你每年多咗幾多個專科畢業後嘅醫生？我哋已經講咗啦，而家每年公營醫院有420個新嘅專科醫生咯。有方同你錯啦，根據廣大醫學院院長劉澤清咧，每年大概咧係有70%畢業醫生報讀專科，但係20%先上嚟得到業。其實一年咧只幫60幾個專科醫生㗎。嗱，有方同我哋講六十個專科，咁即係每年原來每一個專科喺根本上都唔好一個醫生喎，你同唔同意？有乜唔同？而家我哋見到廣大醫學院院長劉德清就幫你計一條數啦，佢一年其實大概幫61個專科醫生嘅啫，咁即係話每一個專科根本上係加唔到多過一個專科醫生，你同唔同意？即係所以有方同有失。多謝各位，高段時間結束。
電話有咩分別嘅？咁無效嗰個政策有可能點解要做咧？咁就淨係你哋所講嘅上下七年啦，咁都未必解決到資深醫生流失嘅問題。我哋都講過，我哋而家流失嘅醫生唔係年輕醫生，係資深醫生。仲有翻啱啱又話，佢哋嘅方案可以縮短輪候，咁開電話啱啱呢個方案會縮短公院嘅公立醫院嘅輪候時間10%，但係咧一副又話會減少20%嘅時間，所以究竟係咩啊？同埋佢係點計出嚟噶？就分分啦，一嚟咁同我哋講唔夠醫生，但係佢忽略咗我哋嘅問題係出現斷，係出現於斷層，因為事實唔係好似入方所講嘅流失最多嘅係年輕醫生同埋資深醫生啦。咁你忽略咗我哋流失嘅係啲咩醫生？咁由始至終都忽略咗佢哋嘅建議引入嘅係新人，但係就如果開放所講，希望歡迎而家缺乏嘅資深醫生，就好似而家啲移民潮，搞到啲學校教師流失，公務員好多學校流失嘅係資深醫生，副校長甚至校長喎。咁資深老師同校長有啲咩特別咧？佢哋有嘅係多年教學管理經驗，同樣道理，資深醫生就有唔可以靠讀書獲取嘅經驗。初出茅廬醫生又憑咩可以填補到呢啲流失啊？又可能佢真係天真到覺得啱啱畢業嘅醫生可以擔大其擔，代替呢啲資深醫生咧？其實今日點解我哋會企喺度討論關注呢個政策？目的係因為大家都超重視個醫療問題，但係有方面就過度重視醫療質素。目的佢哋覺得醫生可以任人擺布嘅資源，但係其實佢哋係活生生嘅人嚟㗎。有方面忽略咗醫生嘅意願，只會打擊醫護士係造成反效果。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喺2021年嘅調查中發現，有20%嘅公立醫院專科醫生患有中度或者以上嘅抑鬱問題。但公私立醫院抑鬱率10%都冇。咁究竟點解公立醫生咁抑鬱咧？根據林志源調查，醫護人員唔滿意醫院嘅工作量之外咧，仲有管治、人事關係等，甚至仲有醫生將醫管局形容為干預重症嘅文化。醫管局而家口口聲聲話想保障醫療質素，將診症時間定為起碼8分鐘，但係前公立醫院眼科專科醫生羅志剛形容自己失眠神，唔夠5分鐘就要請病人就醫。呢個問題唔係增加醫生就解決到嘅，因為佢哋認為呢個係個制度問題啊。就算加多一半醫生都唔會多咗一半嘅時間俾病人，因為加咗人手，政府就會要求你多睇幾個病人，做多幾個手術，唔會叫你關心個病人多幾多分鐘。所以佢坦言咁樣係對唔起病人，都對唔起自己。同時間呢班醫生因為簽咗呢份爛薪金，唯有頂硬上。即使係啱啱畢業嘅專科醫生，佢哋都要代替嗰批流失咗嘅資深醫生。我都明白有方想縮短輪候時間，但有方你有冇諗過增加硬薪金？多謝你。反方一般所用時間係3分19秒，有過程，你會需要喺評分紙裏面扣分。专科医生是完成培训，并且会不保研去到医院度。
所以咧有關嘅數據清楚，更甚至係醫護唔係淨講醫生啊，仲有護士啊嘛，護士分嘅接不齊嘅工作。聽講醫院醫誒護士呢個同我哋講，每年咧而家有2700個專科護士流失，但每年平均每年會有成3000個新嘅專科護士係完成培訓去到職場度嘅。呢啲護士方面有翻全場無飽嘅成效，即係成效方面確立咗，係有一啲成因。成因方面點樣講咧？咁我同我講話啊，而家嘅成因嘅主因咧係因為啲資深醫生流失，但究竟係邊個講咧？翻到二副一個群，我都講過係邊個同你講嘅。而家今日盧寵茂，但我方見到盧呢個嘅呢個局長盧寵茂同我哋講，而家流失率最嚴重嘅班醫生係幾多歲？唔係你所講嘅資深醫生，而係講緊40歲以下嘅年青醫生啊。而今日講緊醫護專科畢業嗰班醫生，就正正就係40歲留下嗰班醫生咯。所以成因方面有翻混淆咗。第三效果，第一反效果。可能我哋講話咧，啊，我哋今日咁樣做，真係打擊咗士氣。咁啊，律政就係講得好誇張嘅，佢話咧會抑鬱啊，都甚至會造成醫療事故。啊，首先就係你要論證咗，係咪今日一旦做嗰陣時候，係咪即刻全部醫生都會抑鬱咧？跟住問就係點解會抑鬱啊？點解佢哋會士氣咁低落？就係因為而家政府俾唔出個方案去增加人手啊嘛。點解今日醫護而家咁大壓力？就因為我見到醫生醫護嘅病嘅比例係極之離譜，1:24啊嘛。國際標準係1:6，但今日香港標準係1:24，所以有方今日必須要諗方法去增加醫護嘅人手，但今日全場一個白光我都冇拋過出嚟。但相反，我方今日提高專科強制留喺度嘅時候，其實係冇，就算方法都係唔到，係留咗班醫生喺度嘅喎。所以有方如果唔做強制5年嘅時候，你嘅抑鬱更嚴重，你嘅嗰個流失嘅時期係更低落，因為佢哋更加其實造成醫療壓力係更大。最後啦。最後嘅關鍵論證就係我翻主辯第二個主題嚟講，而家政府每年一個醫科生講佢培訓10幾年，用緊700萬嘅公帑，佢做專科培訓係做緊6年嘅培訓，只係得公院俾佢做嘅時候，今日呢班醫生係咪有責任唔應該俾佢1年去試院，而係應該要強制佢留喺公院度，回饋翻社會咧？請幫我回答翻各位。学识咗做一个大学手术，有可能就算7年内都系可以服务多。
專科醫生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六十個專科醫生嘅咧，係已經講所有專科啦，即係喺六十個專科裏面，當幫六十個醫生時候，每個專科幫一個，甚至過萬科嗰啲更加少，一年都未必一個幫醫生。即係能夠成日開幾多咧？有翻百分之十二，係咪真係為每一科幫一個醫生，如果係幫百分之十二咧，有翻條數之間咧，先至先話有翻。醫生要做乜嘢？就係佢哋初心就係
要服務市民，要服務市民去回饋大眾。同埋今日我分享咗需要性，就係而家係咪香港唔夠學生啊？而家香港唔夠醫生啊？我哋要公營需要更多人手，有乜同全部都冇解釋過係點樣面對呢個問題？有乜同值得佢哋檢測？醫生要話就係而家太急躁啦，咁係咪講一世都得？我先第一次答翻入去，啱啱我同人講話咩二等公民，然後我覺得喺公院做醫生係二等公民係一個好差好惡劣嘅成果，係鬧你咗佢。而家係啊，有種同佢哋要活喺一個咁樣的場合，啊係我屈咗佢嘢，最多係咩？佢哋大力又唔走得，咁從二等公民咧，醫生根本上而家就係一個受薪嘅奴隸喎，你同唔同意啊？任寬同話今日政策係一定年期，唔係成世賣身契，我有同唔好混淆視聽先。再者今日我方從來都冇反對過要多管齊下改善文化。今日有方，我再問你，承唔承認今日方案的確能夠帶嚟成效？唔承認，我有方同學，我咪就係同你講咗，林緊如果每一個專科多一個醫生嘅話，成效有幾大？但係你而家放棄嘅就係醫生個人選擇係乜？試問有香港甚至放眼世界，有邊一個職員喺到45歲先可以自己選擇一份工作嘅？有方同學你答我。有方同學，每年有420名專科醫務畢業，即係簡單嚟講，我哋5至7年至少都會有2000名嘅醫生同學，點解呢啲唔係成效？有方同學，我就係問緊你啊，到底到底而家嚟到同你喺邊度嚟啊？好啦，所以今日有方同學反對唔到我哋成效，就同我哋講咩咧？就同我哋話剝奪佢哋自由。但今日有方同學唔可以反對，今日的確我哋香港市民擺咗咁多血汗錢去投資喺你身上嘅時候，點解今日冇社會責任、冇公民責任去服務社會咧？有方同學，我哋嘅成效就喺個數字度，我問嘅數字嘅來源喺邊？你唔答我，點解證明到呢個成效啊？我翻答你，醫管局同人哋講，醫管局覺得好清楚，每年有420個專科醫生完成培訓，即係成立方面有方都講唔過去。答翻個方案，你今日同你講話咧，嗰時候士氣低落啊，又欺凌文化，又講邊個管理文化？點解嗰啲方案唔能夠同強制年紀同事做？有咩排他性？而家有方同學就係同你講啦，如果你而家啲醫生啲差唔多，你推啲30個醫生上去嘅時候，佢哋係個擔大嘅，呢個咪就係個問題啦。有方同學，不如你答翻我哋先啦。新人點樣去做資深醫生做嘅嘢啊？呢個問題係留資深醫生同留強制年輕醫生係冇衝突冇矛盾噶嘛？你仍然推用你嘅方法係留資深醫生，包括而家醫院都做緊嘅係加薪金等等，兩者有咩排他性啊？我想問。而家咪就係話，其實嗰啲新醫生已經留咗80%噶啦，根本上你再留咗都已經唔個成效已經唔大，但係問題就係你當你要將其他嗰兩成限嘅時候，你而家放棄緊係自由，然後你又解決唔，你又冇辦法對症下藥，解決唔到資深醫生嘅問題，所以有冇同你呢個咪就係一個成效低，而且有反效果嘅極端方案，有冇同點解要做啊？所以有方就同你講話，有資深醫生年輕，有資深醫生流失問題，又有一個咩機能嘅問題，又有醫護管理問題，但其實嗰啲化方案同今日提高強制年輕生冇衝突喎，針對嘅對象唔同嘅時候，你方論證如果點解唔應該做強制嘅年期啦？好啦，最後我想問有方啦，今日你同我哋講咧，正方時間，已經完成時間，反方現在尚餘4秒，可以自由喺出面員發言。我今日係有幫，係我嚟想傾緊啲公營醫療問題。我反對有幫，同意心態好㗎。
醫生係需要犧牲嘛。再加上公立醫院會行到而家嘅地步，醫管局係立即停救嘅喎。明明係即係政府失職，後果就醫生硬食，呢一個係個負責嘅政府所為咩？第二，每年有幾多個醫生？你知醫生幫我幾多手啦？好啦，又可以同我哋講，每年有幾個專科醫生？但2016年之後嘅畢業生係7,427個，冇可能全部都讀專科啊嘛。咁所以有方條數一定係錯啦。不如用翻我方條數啦，每年70個專科，當中咧20%過到專科嘅試驗。咁所以結論咧就係一年總有60個由醫科生畢業變成嘅專科醫生。好啦，既然係咁，除科科咧，其實每間醫院都。43間醫院每間最多1.5個醫生啫嘛，咁所以有可能成效係非常之咁細嘅。第三，醫生真正嘅壓力來源，有可能人手多咗，咁所以每個醫生都可能會少咗，醫生咪細啲咯。直覺上好似啱，但事實上醫生壓力大係源於多重嘅因素嘛，例如醫管局睇重關鍵績效指標，淨係重視睇咗幾多個病人，佢唔關心每一個病人係咪有受到適當嘅治療，於是咧醫生就焗住要好似我方要咁講，要做黑面神啊，講。診斷嘅病人數字達唔到指標，就必然即佢召喚。醫生一日唔明白病人，唔係一個數字，唔係跑數就跑數就得，呢種文化都唔改變噶嘛。咁所以當加多幾個醫生嘅時候，政府都會隨之提升指數。呢、這個醫生工作量仍然係不變，壓力一樣係咁大。第三，輪候時間長嘅原因，有方認為只要多咗醫生就萬事大吉了，但係忽略咗硬件上都要有配合噶嘛。根據醫管局年報，2003年到2022年，香港人口增加咗700,000，病床即係多咗700張。誇張啲講啦，我當你多咗100個醫生睇症，睇完發現呢個病人要有呢樣嗰樣問題住院，醫院都係提供唔到，咁呢啲病人咪照樣要輪候入院，輪候時間都係咁長啊！好啦，睇翻我方嘅兩大標準，睇有方達唔達到啦。第一，人口對症下藥唔得，因為所有80%係資深醫生，留低超過6年，檢查留低嘅只係新丁。咁我方有方話，我老闆話40歲以下唔數啦，但40歲以下，你想諗下，佢讀咗13年嘅專科，好啦，去到。即係18、18、32、13去到31歲，咁到40歲後都攞9年喎，都叫做資深醫生啦，係咪？咁所以我中間條數你唔可以咁樣計落去，咁多年輕醫生啦。好啦，第二有冇反效果啊？有，基於兩個原因。首先，醫生係強烈反對，佢會一意孤行，只會打擊士氣。咁有方就其實唔係好理你話，哎呀士氣唔緊要啦咁樣。咁但係范鴻威就係醫管局主席，佢就話士氣係成功與失敗嘅指標，佢係直接影響。你諗住下，呢個打仗嗰時你有冇士氣？你做辯論嗰時你有冇士氣？會影響你個人會唔會留喺辯論隊㗎嘛？係咪先？咁所以佢之後可能會導致咁呢個病症結果之後，醫生會離開係一個好正常不過嘅事情嚟嘅喎。其次，醫生正常都要壓多數嚟影響醫療質素。醫生係壓力極大嘅職業，每一日做嘢係活生生人命，呢、這個錯誤決定會影響病人一生，直接關乎生死，係唔可以有任何出錯。他受到小時候命跑數式診症閃電式巡房，就算只係斷斷續續咁瞓3-4個鐘，都要聚精會神，咩手術都差之毫釐，結果就謬之千里。有方不論係數據，你上邊話俾佢聽，醫生頂唔順，就將個正常不過事啦。係醫生發現自己身心健康出事，退下火線，即係對自己同病人都負責任做法嘛。而呢個政策就令醫生失去咗呢個選項，到後嚟醫生又辛苦，病人又辛苦。所以希望所有方法唔同，多謝各位。更表示香港是他們成長的地方，有責任為香港人的福祉出一分力，是辛苦的，但它是值得的。看完整場辯論，其實雙方都要處理，你認為要處理公立醫院醫療體系壓力過大問題的。但分歧點就在於今天有方只是跟我們說針對一個點，就是資深醫生，而我方做的就是舒緩年輕專科醫護人員流失問題。即總結全場，可以從政府醫護兩個方面，首次今日強制醫護專科留在公院服務一定年期，是否合情合理。第一，政府今天分前場跟我們說，今天政府的方案正是強制留住專科醫護，是沒有關心過今天公營醫專科
工作量過大的問題㗎，但你方今日答唔到，其實點解會工作量過大？就因為唔夠醫生分薄啊嘛。有方就唔可以反對今日方案能夠為我哋帶嚟2000名嘅醫生嘅時候，我哋問有方有咩反方案，點可以喺短中期增加穩定增加人手供應？有方同學答唔到啊！所以我哋見到嘅係面對而家病人輪候時間長，公營專科醫護人手不足，政府需要為市民為公立醫院提供穩定嘅人手補給。有方主辯講過，要求醫護專科畢業生服務一定年期，例如專科醫護畢業之後服務5到7年，能夠為公眾公立醫院至少帶嚟2000名專科醫生，作為香港政府變成嘅方案，能夠強制政府帶嚟人手，一同分擔負荷，每一個專科醫護嘅工作量自然減少，能夠消除問題啦。咁我同學嚟講啦，原來今日係解決問題，但我翻過從來冇講過解決呢個字眼，因為由始至終你都知道今日唔能靠下單一方案解決。單方案舒緩問題，而今日呢個方案係絕對冇排他性噶。有班同學同我哋講話要資深，要留住資深醫生人手，我方從來唔反對過。但今日我方做緊嘅係留住年輕醫生，有班同學今日唔能夠反對成效噶。有班同學義父嘅時候，公辯同我哋講啦，話有20%醫生留得住，然後到自己反方義父嘅時候就退啦。同我哋講有60%，即係見到今日有班同學啊，其實係一退再退立場。但事實上，醫管局嘅數據同我哋講咩啊？今日每年都會有至少420個醫生畢業，所以5年就至少有2000多啦。有班同學唔能夠反對成效，亦都唔夠能夠反對。今日的確能夠做到多管齊下，唔能夠唔需要單一論證一個方案嘅成效。第二，有班醫護專科啦，有班同學成場咧都誇大其詞嘅，就同我哋講話今日係剝奪緊佢哋自由啊，令到佢哋過大壓力啊。有班同學有冇數據？有冇數據支持咧？冇㗎，全部都係自己揣測，全部都係自己吹出嚟㗎。我哋睇下，身為一個醫護專科，係咪咩都用金錢利益，咩都用私營醫院做依歸咧？身為醫護專科，點解今日唔係要服務大眾、救助疾苦咧？當今日廣大醫院同我哋講咩啊？大醫精神啊，講嘅就係唔好淨係留去私人醫療機構，係基本醫德啊嘛。公立醫院病人大多數都係貧苦大眾嘅時候，今日當市民需要呢啲醫護專科嘅時候，點解今日唔係更應該留喺公立醫院服務呢？何況今日有班同學唔好混淆視聽，我方方案咧唔係綁死佢成世，而係服務佢一定年期，期滿之後佢仍然有選擇方向，點解冇自由呢？你要培訓一名醫護專科的成本是700多萬，用的是公帑，代表的是什麼？香港市民對他們的信任，有期望他們能夠回饋社會。所以今天醫護專科是有帶自帶著一個社會責任的。當今天現在香港公營醫療體系不勝負荷，貧苦大眾需要這些醫護專科的時候，有班同學跟我們說什麼？用自由做擋箭牌，美其名就是跟我們說你們醫護做選擇，但底牌是什麼呢？其實講到我們因為私人醫療市場高薪高福利才反對醫護專科留在公立醫院服務一定年期，一同分擔醫療體系的負擔回饋市民，這個是責無旁貸的。有一班同學是否要將利益和所謂的自由你建立於市民的健康之上呢？各位，正方
嗱呢樣嘢咧，我都係真係捉實講，因為始終都係一個聯賽嘅制度啦。咁你哋之後再去揀嗰場比賽嘅時候咧，我希望大家考慮第三場啦，都真係嗰個原則上面咧，可以諗下點樣控制得好啲。我明白大家係有好多嘅資料幫助我作出，但係當你急諗嘴咁樣去講嘅時候咧，其實評判係好難去抄到嘅。係啦，咁好多嘢其實我都唔好抄到，係啦。咁所以即係呢度都講聲唔好意思，但係我都覺得打原則咧係需要調整翻嘅，係啦。咁呢樣大家注意翻啦。好，咁我先講翻條辯題先。我覺得條辯題咧，其實最重要嗰個字咧係強制。咁但係我覺得咧，雙方咧反而冇乜點樣就個強制咧個字去落任何定義，或者冇乜點去推進過，反而即係講話哦多咗人好啲喎。喂，而家咧其實本身都夠人啦，唔使加咁樣。咁變咗就留意呢個討論啦。咁我喺度諗啊，咁其實你哋係咪真係討論緊強制定還是只係討論緊多咗人嘅利同弊咧？嗱，呢樣嘢我覺得係真係你哋自己翻去傾啦，然後自由。我諗睇下評判有冇相同睇法啦。先講我點解揀強制先。強制嘅話咧，我覺得正方咧。即係反方其實都要咁樣嘢，就係其實如果即係通常嚟講啦，譬如話我哋講疫情嘅時候，我哋講強制檢測，如果我唔檢測嘅話，我要罰錢，我要坐監，或者可能其他嘅罰則啦，唔知道。但係對於今日嘅辯題嚟講，如果一班醫生，例如啦，正方你今日話政府強制一班醫生要留低喺呢個科醫做啦，如果我唔留低咧，我冇任何嘅罰則咧，係罰錢啦、釘牌啦。坐監啦，嗱呢一樣嘢，我覺得對反方咧係極度有利，但係反方係冇講過。點解咁講咧？因為你可以諗下就係啦，我當係罰錢咁先計啦。你作為一個醫生，作為一個護士，你每月揾幾萬蚊人工，我畢咗業之後，如果我想買自由嘅話，我隨時抌低幾萬蚊或者抌低十蚊，然之後退走。咁對於政府嘅成效嚟講，係咪真係咁大咧？呢、這個我覺得係可以去諗嘅。咁調翻轉啦，如果我要罰則，我要釘牌嘅，我要坐監嘅。咁作為反方，你又可以諗下，喂，嗰班醫生我本身喺身服務咗咁耐，或者我即係含辛茹苦咁，我讀咗咁多年書，最後你竟然同我講話，因為我唔留得喺服務員，之後你要釘我牌，你要我坐監，定係點合理咧？呢一樣嘢我都係正反方都冇就住強制呢個策略嘅模定之下咧，結果就變到一個位咧，就係之後討論緊人數嘅去留多寡，而令到成個醫療體系有冇任何嘅改變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討論咧其實係有啲唔合邏輯。即係變咗咧，即係大家都有討論緊。哦，我多咗人啦，咁我而家每年又多咗唔知幾多個專科醫生喎，咁啊多咗服務啦，咁啊大家都開心啊，啲醫護咧又唔會走啦，大家都開心。一方面就話唔係喎，你而家係多咗人，但係你唔係解決緊嗰批醫生啊嘛。咁其實大家個討論其實係唔對焦啊，即係你講嘅係一批醫生，佢講又係另外一批醫生嘅時候咧，咁今日我聽落去咧就係大家嗰個受眾都有唔同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就真係爭論啲。嗱，所以我自己劃分嘅時候咧，其實我唔好知我俾咗邊邊嘅，因為我覺得兩邊講嘅其實。唔同一樣嘅時候咧，我就咁聽落去咧，我自己可能個分子可能即係六七七六咁，但係個比例唔同嘅時候，我就唔知道你有啲偏向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喺度唔會參加嘅。好啦，咁強制嗰個位咁一嚟係咁樣啦，第二嗰個位咧就係到底係咪真係好似反方咁樣講喺成個醫療政策入面冇做過任何嘅強制措施咧？其實就唔係嘅，即係你話係咪強制話畢業之後要強制服務嘅話咧，咁係真係冇嘅。但係咪真係喺任何喺成個醫療政策入面係咪真係冇任何嘅強制成分咧？咁唔係嘅。就算唔講正方咧，嘅澳洲咧，香港嘅醫科畢業生喺佢畢咗業之後咧，佢都要做多年 housing 佢先至可以攞到醫生牌。而去到嗰個海外醫生上面咧，佢哋海外醫生翻嚟香港想執業嘅話咧，考完個試之後咧，佢都係喺公立醫院做多一定嘅年期，佢先至可以攞到個醫生資格。咁所以覺得係咪真係完全冇一個強制嘅成分咧喺成個醫療改革入邊？我自己咧就唔係咁樣理解啦嚇。咁當然有理解錯，你可以糾正我啦。咁但係我自己嘅理解就好似唔係。咁所以咧落到去成件事嘅實際操作上面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今日正方因為大家見到好正路啦，咁所以變相佢有好多嘢都係建基喺個人手上面去 push 成件事，即係講得我多咗人手啦，咁個嗰個惡性循環嚇，即係你話而家嗰個醫管局嗰個文化唔好，或者你多咗好多病人，我只要留多咗人嘅話咧，跟住上去到後面咧，咁大家都唔會因為咁而大壓力啦，咁所以最後大家咧就開心啲啦咁樣，咁呢個係正方嘅論調。咁但係點樣同反方咧，我就覺得你哋係冇針住呢一個去。反而你可能你用嗰啲好虛嘅嘢，咩意思咧？管治文化唔好，或者你講咗係話啲醫生覺得好辛苦啦，辛唔辛苦或者管治文化好唔好咧？我覺得係好個人主觀嘅感受嚟嘅。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好，有啲人覺得唔好。但係係咪真係要落到一啲咁虛嘅嘢去同你打咧？我自己就好質疑呢樣嘢。點解咁講咧？因為你都可以諗下，你要去做成件事嘅操作上面咧，我覺得你係要諗下嘅。即係例如就係話啦。我好簡單啦，即係正方問你話，如果你今日你今日唔強制啲專科醫生留低嘅話，你有冇行方案咧？咁你哋係唔係好大好嘅？我自己覺得，但係咪真係完全冇咧？你政府唔係啊，佢而家係增加緊醫科嘅學位啦，
佢引入咗好多衞生手段，除咗講面試執業啦，呢啲全部都係增加人手嘅方法嚟嘅，但係啲全部都係一啲軟性或者係一啲自愿嘅方法嚟噶嘛。當你去到真係仲有方法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嘅時候，係咪真係用到硬性嘅措施咧？即係我當好似你要解決呢個問題，我當一個三角形咁樣啦，我當最高嗰層係群制，最下面嗰層就我乜都唔做。咁你諗下，由最底到最高，應該係中間有啲位可以走散噶嘛？係咪我一嚟就用到最強制嘅措施咧？咁呢樣嘢，我覺得反方係冇同正方去深入討論過。即係其實反而而家正方個邏輯就係、是：喂，你而家多好多人走喎、啊，而家唔夠人用喎、啊，咁我就強制你留低啦咁樣。咁但係係咪真係冇任何方法咧？係咪真係冇任何嘅嘢可以做到咧？一樣嘢，我覺得承包雙方可以再諗多少少嘅嚇。呢樣嘢我可以再諗下啦。後最後啦，講埋嗰個強制係咪冇得揀嘅問題？呢一個位咧，我覺得其實咧，如果你雙方可以善用到嗰個罰則或者嗰個後果嘅去釐定嘅話咧，我覺得呢樣係對正方咧嚟講咧係十分之有利嘅。點解咁講咧？如果今日我強制你哋要落一個打電話，可能你話要，如果你唔打電話嘅話咧，我就俾佢點咁樣。咁你就可以諗下啦。當我選擇入嚟面對隊嘅時候，其實我就已經係接受咗呢一個 penalty， 我係接受咗呢個強制條款，我先去做呢一件事。咁如果係咁樣講，到底係咪真係出現咗今日反方所講話，我剝削咗你揀職業嘅自由或者權利咧？喂，你讀完六年本科之後，你大可以唔喺香港做呢個專科實習㗎，啱啱先？咁當然啦，咁講過可能就即係反方可能會再講，哦咁啱啊，咁你咪要少咗人讀專科，然之後你個成效咪弱咗咯？咁係會係呢個入咗呢個回應嘅。但個問題就係咪真係完全冇得揀，或者係咪真係冇自由咧？都唔係啊。係嘛？即係你可以諗下，就係咁。如果你係接受唔到我呢個強制條款嘅，咁咪唔可以香港讀咯，係嘛？即係我咁再讀其他咯。即係我係咪真係冇俾到自由？呢樣嘢我覺得正方大可以可以削咗先，即係唔係一個好有力或者唔係一個好強嘅理，但係你可以大可以先削咗反方對嗰個自由嘅質疑先，因為呢樣嘢係佢哋其中一個論點，都係佢哋其中一樣出咗好耐嘅嘢，但係我聽唔到你哋有一個好強力嘅回應。你哋只係講啦嘛，而家人情人手多咗，啊，而家啲納税人嘅資源要回饋社會咁樣，但都係啲好開好原則嘅嘢。即係你講唔到一個位置，就係點解人手不足就等於要用到納税人嘅資源去回饋社，又要回饋社會咧？係咪我回饋社會就只有強制留低服務嘅呢個方法先至可以回饋社會咧？嗱，呢樣嘢我覺得反方都可以提質問嘅，但我今日就唔會有回應咁啦。咁啊，其他嘢咁唔講啦，同埋咁啊，唔該曬大家先，多謝。
其實我有選擇嘅喎，就只不過係我要放棄我個專業資格，我咪出去做體解先咯，做隔離醫生體體解體我都揾唔到好多嘅，都唔係咁強制嘅。我諗翻轉頭，但係即係如果唔係嘅，如果都係坐監嘅，我哋都唔試下。咁呢個喺頭先上台比賽邊咧，我好全講嘅。第二樣嘢就最大嘅分歧啦，好明顯，我諗全場都聽到啦，就係兩邊對於要解決嘅問題咧係唔對焦嘅。冇唔同嘅，你哋要解決咧就係 overall 嗰個整體嘅醫生嘅醫護嘅人數比較少，尤其是相比起龐大嘅病人，你哋要解決咧就係資深醫生流失嘅問題。我亦都幾個數據嘅，嗱我唔知咧，即係大家講嘅都係快嘅，或者其實我都唔係太過留心到你哋聽到啲嘢嘅。我聽到咧反方其實有兩隻數據嘅，我唔知我聽錯啊，因為我覺得係。八成的離職醫生都是 senior 的醫生，一隻講法是
區嗰、那個你政府擺咁多資源俾你，傾咗咁耐，每人1,800,000，然之後你一定要留翻喺公共醫生、公共醫院裏面 serve 嘅人，一個嘢咧，我覺得係推得比較我問呢個係你主線入邊，而一定要包含嗰個 moral 嗰樣嘢。我覺得你任何主線政方都一定講呢樣嘢。我問，但係個難嘅位置就在於你當然唔好講得咁過，講得唔好咁難聽。咁呢個我覺得係正方一個你攞咗呢一條命係一定要處理一樣嘢，即係條命你有兩位嚟處理咁，你應該攞得好好。而你係推到即係去到結辯，你見到有我一種反應就係你去到醫德嗰啲位啊，即係你去到哇！我俾咗咁多錢你，你做一個醫生嚟讀得醫，你 DSC 你揀咗你話咗啊嘛，你會服務社會噶嘛，咁你就要嚟公立醫院啦。你一嚟離開公立醫院去私人醫院，你就係咩嘢？保持閒置格。你冇用嘅問題，你類似就有啲 moral， 你用醫德去 describe 呢件事，我係覺得有啲過分。其實醫德喎，醫德係講緊你個一個醫生對，即係佢對於個病人嘅醫係咪合理，或者係咪有道德咁去醫佢嗰樣嘢喎？即係點解要講到一個人出咗嚟私人執業，就好似淨係為錢萬惡不赦咁樣咧？這個我是覺得，但反方要問，都不是我問，都有問。其實 有一個很精彩的交通的 free 的，就是正方我問的時候，反方就問：喂，你四個啊，著緊校服啊，你而家學校係咪私校啊？咁咪唔係學，唔係學，你資助噶嘛？資助即係政府俾咗錢你啦，即係納税人俾咗錢你啦。咁你四個全部要做公務員啊？有呢樣嘅類似咁樣嘅嘢。咁你嘅答案就係唔係？因為而家水深火熱嘅係公立醫院。所以公立醫院，所以醫生是應該有責任去相同醫院的。那個我覺得那個對答精彩。咁其實反方喺呢方面係可以有再多啲嘅，即係頭先我長有面都講啦。其實好正常，律師咁樣，我律師都有專業啊。律師公啲香港大學、城市大學、中文大學都擺咗好多錢去 serve 嗰班去 train 嗰班讀法律學院嗰班學生啦。咁根據你個邏輯係咪？一定要全部入曬律政司做，唔可以出去其他做咧。即係呢啲問題可以問多幾條。好啦，咁跟住佢嘅答案就唔係，因為公立醫院嘅問題特別嚴重，人手短缺。咁警務處都人手短缺嘅喎。喺某啲事發生咗之後，冇人做警察嚟做，而係警務處長期都人手短缺嘅喎。咁跟住呢啲嘅邏輯，即係我唔係你啱嘅問題，嗰樣嘢精髓應該係呢條辯題淨化身為一個好大嘅考慮範圍。咁應該長長出現，咁呢啲就會係一啲精彩啲嘅位，咁有啲個嘅喺之後辯論，但係我覺得唔係好夠，係啦。而我哋咧亦都睇到，即係反覆都出到盡嘅賣身契啊、成日咁嗰陣時講咗，如果嗰個後果只不過係佢放棄咗個5至7年嘅強制期嘅話，只不過係佢冇咗個專科醫生嘅資格嘅話，咁其實唔係賣身契，對於。其實同頭先好似阿謝生都講過，其實任何專業都出現咁嘅情況㗎啦。我知道自己讀醫，我就知道自己，我知道自己做律師，我就知道自己要讀4年大學加1年 PCL， 再加1或2年實習先做㗎啦。其實每個專業都存在呢樣嘢㗎喎。咁又幾違反基本法咧？咁呢啲情況可以即係可以講。所以兩邊喺呢個位咧，我覺得都講有啲即係過分或者有啲詞。令到我聽得不舒服，但係呢個位咧 suppose 應該你係 prep 你要把站方面咧 prep 有一個比較完美啲或者靚啲嘅講法，因為你嘅站方我就係呢樣。咁啊，其實我都係講嗰個就即、是、係我諗大家都想聽埋阿成生講埋個結果啦，咁所以講咁多先得。所以我覺得即係有時，我明白你哋有好多嘢你準備咗，
但係咧，如果你站喺評判嘅角度咧，即係你有撈尋聞呢種好海量嘅資料嗰種嘅資訊咧，其實未必係有利評判作出一個判斷去俾邊啲嘢嘅先，因為尤其去到呢啲比較好多唔係質詢啊，然後 free 啊等低呢啲環節咧，好似可能咧我哋一兩句深咗咧，跟住就即係作為一個中間咧，咁問完就算啦。咁我哋好似逐個資料咁樣好轉咁樣。咁不過呢個所以點解？我今場係抄得好辛苦，同埋我要 process 大家講嘢咧，亦都係辛苦，咁所以都變咗我諗，可能再喺告別電話，如果大家再問嘅時候咧，我對有啲數字我係有啲疑惑嘅，即係包括係你話係咪佢哋攞唔知嘅時候真係賺，因為我都冇追完啲資料，但係咧你話佢哋 train 完之後仲會喺公立醫院留六年咧，嗰個嘢我有少少覺得，我唔知係咪真啊，但我會好奇，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好搞笑嘅，即係反方咧。不斷就講話啊，其實咧喺公立醫院咧啲人好大壓力，因為各種角色升職唔合格，好多安全性嘅立法啦。咁但係咧，我好好奇一樣嘢就係，但係你話佢啲人咧會留六年喺公立醫院，咁即係我都會有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講到好大壓力啦咁樣，咁點解後面都會留六年喺公立醫院咧？究竟嗰、那個即係係點咧咁大咧要留喺公立醫院先？你講佢咁唔差咁，呢個係我有問題嘅。咁而嗰條嚟咧，我好認同，因為咧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變題，其實除了強制之外咧，我覺得港府都是一個重要的一個嘅字眼，即係港府應。因為其實呢條變題個設計個出發點就應該係 OK， 你站喺港府，即係政府嗰個視野，我哋甚至我應唔應該用一啲即係應該用即係開呢個嘅政策啦。咁我諗嘅就係、是，咁政府去構思個政策應否去推行嘅時候，我都成日諗嘅啲咩咧，就係成個社會資源嘅分配啦、效益啦等等啦。咁其實呢個咧都牽涉到啦，就係因為 ultimately 究竟成個個人嘅即係權利啦，同埋成個公權力之間應該點樣平衡？咁所以我最認同就係頭先評論講就話，唔係喎，究竟你個強制到點嘅程度咧？今日政府係有必要去交代出嚟嘅。咁而呢個先係今日應該係成個嘅討論入邊，我覺得最聚焦嗰個位置就係即點樣稱嘅兩者之間，因為 apparently 政府唔能夠 free 曬所有人，但係佢點樣喺一啲個人自由入邊，佢可以攞到一啲嘅 balance， 呢一個係要即係大家留意多少少啦。咁啊，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就係 so call 係成個推進。咁我 expect 今日咧我覺得喺上一場都有呢個問題，就係其實我好想知道咧，尤其是去到政方嘅即係我諗可能預估啦，或者結結，其實我 expect 大家講多少少，究竟你對成個本地醫療體系個即係蘇芬藍圖嘅想像會係點樣一個模樣？然後呢個政策點樣可以摧毀呢個藍圖，或者呢個政策可以點樣配合到呢個藍圖？咁你就可以更加宏觀地去塑造到，港府就應該要好宏觀地去睇我十年之後，其實呢個係應該係點樣？咁你更加可以講到呢、這個呢一路嘅政策可以點樣幫呢個藍圖？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大家要喺成個推進上面要花多少功夫，加上人手直接喂多咗人少咗人，佢係幫緊一啲叫做斷層能力，唔係幫緊斷層，即係一啲嘢係好表面，我都即時嗰陣嗰個問題咯。咁但係長遠成件事個走向應該點咧？我覺得呢個都期望喺今場嘅比賽面聽到少少。咁我哋就去呢度。反方得票一票，換句話講，得票勝出的是正方嘉特體育中學。